又来冲藕粉了。这个藕粉啊，你拍一罐它也是赠杯和勺的啊，然后直接加入滚烫的开水就可以啊。今天冲稠一些，冲好了啊，一罐也是赠杯勺的啊，29.8一罐，然后是500克，赠一个杯一个勺。坚果，这个的话就冲泡特别简单啊，直接加入95度以上的开水就可以了。还有啊，这一款的话它可以代餐啊。